几岁啊？伊当初我足切稳一个，我的人生就是希望讲会当足平顺，会当做我家己。因为伊的关系，所以我无代无志入去音乐班。到我大汉了后，伊对妈妈去台北做工，我的人讲，你甲妈妈拢带走。啊，我的人生哪安尼莫名其妙开始大汉？